重新加载一下，不知道刚才算不算暂停？等会儿，通关时间把我这2个小时吃饭也算进去。晚上吃的啥？吃的虾和豆角。我感觉有丧尸声音。这上面有手枪子弹吗？好像没有，晚上好。哎，这儿那个绿草呢？对面这个手枪子弹怎么不给我？身份识别卡，上锁都必须用这张卡啊，所以说那个 Brad 那张卡是有用的。第一，哇，Stars 的箱子也是，才16发，这太抠了，我操，才16发。那张卡还有用。二楼鸡蛋室门口有颗子弹，上去看看。晚上好。能重新开始吗？Area looks clear. Looks clear. 还真有盒子弹。Stars 办公室，这是目的地。卡斯，这个腿跑起来有点不自然。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你直接用里昂的那个建模套一下，不行吗？噔噔噔噔噔！我操，越看越别扭，不看了，不能看。刚才那个好像血手印，哦，看错了。他枪为啥要？哦，甜甜，What the hell was that thing？他还说话了，卡罗斯说话了，你一说话就被听见。这个要调查吗？不想调查。哇哦，shit！要打甜甜了。这里居然还有普通警察。Stick around. Here we go. 看一下，这边还没东西，就可以直接闪到了。我操！哎！哪是骨子？我怎么没看见？T, you copy? There's something real nasty in here. Nasty. Something nasty. All right. I'll take a look with the cameras. Watch your six. Watch your six.看他为什么不能捡这个？明明有一盒冲锋枪子弹来着。这个粉丝团警告，闪光！我操，这个地方出去是暗房吗？哇哦！我操！
哎呀呀呀！哎呀，红了。怎么办？我操！完蛋！他的这个体术，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在读盘？看，谷歌等到了这个亮点，然后走了。硫酸弹很适合从远处造成巨大伤害。从这儿开始，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加载呢？这个走廊人他妈好多啊，快速连按哒哒哒哒哒。那还上楼去拿样子弹。Area looks clear。硫酸打起来非常水，啪叽。但是能出硬直。叫 Hunter Beta。 可以跳过了。 What the hell was that thing？ 又来了。 Here we go。 操，别乱动了。清掉了。咦？这地方还会回来吗？Big warm RPD welcome。不回了，那我为什么打 ？Fuck， 浪费子弹。你怎么这次不联络了？Copy. There's something real nasty in her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Something nasty. All right. I'll take a look with the cameras. Watch your six. Here it is, y'all.
进来。这丧尸的素材有点偷懒，感觉就是二代那几个贴图都没怎么变。这起来，别动。我操！丧尸好硬。这刀跟没有伤害一样。亏了。等会儿，万一有红草，那儿有个箱子。怎么又有人？我应该把他们全部引到房间里，然后撞出来。哎呀操！这里摸一手，好像这房间没东西了。哎，西侧办公室还进不进？摸一下，万一有好东西。Shit! Fuck! 锁了。Shit!这是，这不是李阳桌子吗？战术，啊，缩圈变快了，战术瞄准镜。啊，罗德尼·格雷，尸体。炸药放入证物室，电池放在扣押。啊，炸药难道对他这边也有用吗？难道卡洛斯有用？哎，好极了！丧尸这个伤害真的高。Welcome Leon。啊 ，Leon 是这个桌子吧？还有东西，这房间里有东西。问题来了，平行世界，马文一看包被拿走了，赶紧再放个包进去。927吗？是，有点忘了。957啊。是的，这是直播。好，摸干净了。接下来是去暗房二楼。我操，我感觉二楼肯定会碰到甜甜了。一楼既然没出来的话，那肯定在二楼。
感觉怪怪的。又有一个红草，9057。Well, if cameras killed those things, I'd be set. 调查机枪，调查相机还吐槽了一下，用相机杀敌的好像是零系列吧。卡洛斯这边啊，基本都用不上这个箱子，因为存下有点惨，但是初体验嘛，算了，没关系，就这样吧。这儿的女警察还没来。Star's office is up ahead. Up ahead. Copy that. 三楼还能去吗？那三楼还能去？还有东西。我操，这是 Star's 钥匙。那还要我们去？扣押品保管室，哦，是那个证物房间。这个地方还没被炸开，好像。CP。啊？哦 shit， 换过了。DCM 吗？我记错了。啊 ，DCM， 嗯，哇，子弹又多起来了，心里又安心很多 ，nice， 那要不要去口牙品保管仓库先 ？shit， 你他妈阴我！扣押品保管仓库看一眼，把钥匙用了，因为上了二楼，指不定要出什么，又出什么东西，对不对？瞬间在走廊，反正都清干净了。Shit， 喊得真他妈响。我要死了，居然还没死。卡洛斯真硬，不过基本上死了。我操！应该这里用一个震弹、震撼弹，亏死，把它定住。完蛋，还好存了，没事。怎么里面还有一个人？不行，这个甜甜我要重打。咬了那个圆圈，按了也是死。Carlos, the Star's office is up ahead. Copy that.骂英文，
看来药品保管室仓库钥匙拿到是个关键点，那个东西拿到以后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还能扛一下，应该没事。直接进门。被甜甜打进门了，这给丢了。甜点他弱门，所以没事儿。捉迷藏还行。102，哎呀，二没有，104，106，109，106，109，讨厌，这次按完密码以后，自动会把按键跳到那个 Enter 那里，稍微人性化一点。二开头的都没有，二因为没有键帽，等着分头跟克莱尔来吧。卡罗斯很开心捡到这个。Come to Papa. Come to Papa. 哎，这还有个草，子弹快带不下，东西快带不下。哎，这是啥？DCM，好吧。哪儿呢？ID 卡那个开不了的，一看就开不了。慢慢走就行了。操，吓我！是的，初体验。伤害呢，还是有的，就是跟没有也差不太多。想想哦。要不要存？算了，不存了。自动存了，太好了。这儿是不是还有红草？Sorry，并没有。Oh, for fuck's sake, why is it blocked? For fuck's sake，本来过去就是了。他妈的，为什么要挡住呢？准备一发闪或者雷是吗？Carlos, I've hit a dead end with the terminal here. Gonna head your way. Copy that. CP 吗？这个是。太好了。
Hector 代表我已经死了，如果你听见储物柜传来声音，千万不要打开，拜托了。我正在寻找另外，我发现爆炸物可能最有可能成功，组装了一个蛮有威力的炸弹，但是要电池。我非常确定，在上周收件时送了一个去收押品保管库。你才有啊，这样就告诉你要先去三楼拿钥匙，然后再去拿电池。现在我已经都拿了。刚刚离开浴室就被袭击了，但我觉得越来越不舒服。我应该不用对你说明为什么打开藏匙处。威斯，别管我给你的600块钱了，好惨。这个要不要开？他看完这个突然给你开了，刚才好像没给你开来，那我还是不开了吧。他妈出来咬一口干啥？这个键帽的那个盒子也不见了。你们说开不开呢？操，可以试一下还行。Better not. 操。淋浴室还有什么东西啊？卡拉斯说：“去你妈的！你他妈想坑我！我都看明白怎么回事了，你还非要开，开你妹开！哎呦，这偷懒偷的，三秒。”一炸出来三个甜甜，哦，我这边蒸汽是他搞出来的，我操，那么多！啥玩意儿？哦，后面有蒸汽。他妹的，坑我！操，这也太贱了！ One at a time, take a number. 一个一个来，操！我操，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加这个走廊，shit！ 我操，满脖子都是血，这太气感了。卡罗斯，你好惨。溜了，我操！这个走廊也太险了吧！这我还怎么出去 ？Dr. Bard. Oh, thank God! Do you know how long I've been trying to reach somebody? Don't worry, we're gonna get you out of there. Just tell me where you are. I'm trapped in a goddamn hospital, surrounded by every kind of abomination. Look, just send in stars. They're gonna know what to do. No, negative. RPD's overrun too. Then figure it out.Umbrella's gone crazy. They're killing all the researchers. 你怎么进来？外面那么多，你停了吗 ？Who knows how to make the vaccine to stop the zombies? So you can either sit there with your dick in your hand, or send somebody who's capable of getting me the hell out of here. 这个字幕怎么回事？Dick in your hand. 虽然确实是直译。You heard what he said. We can't turn him over to the company. That's not our call to make.That's Mikhail's call. Mikhail 已经死了。I'm gonna check the computer, see if I can trace the doc's location. 你他妈就是过来上网吧的，我操！哎呦，真惨！你这儿有啥东西吗？
哇，这个东西不难，真的错过好多好东西。虽然每次都只有20颗，哦，这是50颗，可以可以。我靠，刚才真的是死亡走廊，这走廊也太恐怖了。闪光弹救了老命，救我狗命，用一个吧。这是谁的桌子来的？吉尔的桌子吧，这边是克里斯的桌子，那些克里斯衣服。Rebecca 的包里惯例还是有一罐娃哈哈，他那娃哈哈自动生成的，过一会儿又有了，过一会儿又有了。哦，这个终于没用了。我们把 Brad 的卡放到箱子里。还有东西没见，红色药草，哪儿呢？哎呦，你这个东西没挪位子，可以。限定一罐。刚刚这儿有吗？冲锋枪子弹20颗，但是我感觉有点拿不到了。浴室里面有，但这他妈出去了，不是就死了？不过20颗子弹，如果要杀过去的话，绝对是不划算的，还不如不拿，直接往左边跑。啊，我这边搜刮干净，没事干了。Yeah, what's up? Derail. Was anyone hurt? 没有了。Ah, shit. Wait, what? Jill, Jill, what happened? Jill, come in.I gotta go. Do what you gotta. I'll take care of Bard. 上午4:43，这得流程多久？我现在玩了第4个小时不到一点，3个半小时，不知道还剩多少。卡洛斯快车还行。啊，卡洛斯那个酒堂不用打，太好了。下一次碰到卡洛斯应该在医院了。军火女王出来了，列车脱轨也没关系。早上好。对，过半了应该，但是日期上还没有过半，还是9月28号。想办法回到上面。啊？毕竟你是主角来着。BOW 吉尔。不过子弹，吉尔这边子弹比较少。吉尔邦印，原来如此。推开来居然有储物箱，不关门吗 ？Carlos, come in. Carlos. 硫酸弹。Damn it! I guess I'm out of range. 地雷弹，哈！天哪！这个宝贝们叫地雷弹，是保护伞公司研发部开发的好家伙，不太容易取雷，不太容易控制，觉得值得一试。它会留在你瞄准的位置，地上传感器可以侦测敌人，并且进入范围后引爆，丢在敌人行动路线上，你的地雷就设置好了。哦，这样的，也不习惯这个按捡东西是按圆圈。很想按方块，地雷枪就直接合并到地雷弹里了，也合理吧，是吧？打 boss 用，行，然后要不存个档，手雷有很多，
火药有俩，还有个绿草药，还有炸药、爆破弹。爆破弹好像还多一个，还有火焰弹、喷子。排序一下 ，OK。暂时不用带开锁的了吗？带点弹药，然后把这个弹带上。一形态和二形态，这个存了，这个存了。抑制器是啥 ？AA 组合的话是爆破弹，没啥卵用是吗？还是火焰弹比较好用？有地雷弹呢，我觉得爆破弹也可以用用。手枪消音器就不用了。草要不要带一个？草其实也不多，我觉得这个。boss 战场景一般都会给很多补给的，我们先试一下不带，看看怎样。地雷弹，是的，榴弹发射器，跟一发一发塞的。关键时候能击死，不会在这种地方打吧？哎，我感觉追追要破门而出了，没东西捡，赶紧走！哎呦 shit， 没闪过去。没东西捡就赶紧走了。哦呦操，这片场地是适合 boss 战的。逃离怪物，丧尸人不会爬梯子来着。哦，这个地方看上去是可以绕的。黄了，急需要一个草药。不是这儿吗？钟楼塔，圣麦克钟楼，我操！房间里有个查理先生，巴洛克。钟楼一直小学，曾是个小学。老化，翻修，绕一圈有草药。钟楼就剩一个小册子，好惨！我看到草药了。据说回头有浣熊先生，我打一下。啊，没看见。难道是刚才下面那个小房间？那我就不去了。那不去了。这个好像以前老神话里面没有出现过，还有一条河，还有桥的。哎，好，红草，好，摸干净了，摸干净就走吧。啊，这儿。
这个箱子应该是个没用的吧。上去了，我操，这个枪看样子不对呀、啊、这个追追、烧死了，掉下去了，好，这样就灭火了，看一会儿就游泳了。 Carlos, respond. Yeah, what's up? We didn't make it. The train derailed. Derailed? Was anyone hurt? 啊，就刚才那段呼应。 Mikhail, everybody. Nikolai left us to die. Wait, what?Oh shit! Chill, what happened? Chill, come in. 我操，这个应该不是打的吧？我今儿太屌了，今儿。哎呦，牛逼！苍蓝星还行，我操，追追怎么变这样了？以前追追没有这个心态。哎呦喂！这样咬过还能活？我操！我哟操，他都不看我一眼。物品难以买。我操！怎么了？是吗？地雷是 P2 用的。那这皮一见他不死怎么办？你要干嘛？他怎么了？我操！我操！地雷弹还有，哦，他要要消化运动一下，这样的，是不是要
在哪个地方定一个。弱点心脏，弱点在头，到底在哪儿？手枪弹药、散弹枪弹药，在斜对面。对，是在那个角。让他再跑起来吧。好，来了来了。港卵，港卵这儿怎么还有？哦，还挺多。是切他中路，我操！这次血很多哦。我要规划一下，为什么总是拿不下？好了。我操！军火女王。哦，银脸打榴弹，这好像就其实是 P2 一个形态，它只是会打了一半改变运动轨迹，基本上招都一样了。哇，居然被我搜刮干净了这个广场。弹药还是很丰富的，还富足，非常富足。每次 BOSS 战场景都有一堆弹药，可以。尹师傅是不是每次见追追都打死？这样的话，榴弹、爆破弹已经全部用光了，地雷弹还有不少。小左打的是不是最高难度 ？Shit！
哎呦，操！你还活着？哇，那么准呢？太准了！哎呦，操！中了 virus 了。不过尼古拉，你一直在看戏。Interesting. You've done me a big favor, Miss.感觉很差，大约半天后，卡洛斯居然从这头来。Jill. Hey, answer me. 出血量超大。Tyrell, do you copy? What's going on? Jill's been infected. I'm taking her to the hospital. Maybe Dr. Bard can save her. All right, I'll meet you there.这一段不用我们操作了。小左不知道啊，现在是不是还在 B 站播？轰龙前爪掉了，拿到了轰龙的钢爪。小左好像是 left 左 ID。他跟火烧换了几次地方，我都有点晕了。Spencer 纪念医院，半天后，然后就昏迷了两天。Fight it, Jill. I'm gonna get you the vaccine. 吉尔是生化兵器。I promise. 干嘛还要用啊？用 vaccine 啊？吉尔也是个可互动的一个道具，呵呵，可以拿疫苗对他使用。包包，然后卡洛斯就这样出来了，东西还都继承了。分头这时候还在喝啤酒吗？失恋了。身份识别卡，啥也没有，存一下。医院，这个我再开个新的。嗯，小左长这样，小左怎么你了？不是很标准的北方硬汉。你甚至能在小左那儿看到我。Copy. I'll go on ahead. 哎，这医院干净了不少。对 ，Hunt 最有效的是排云掌，是吗？急救喷雾太好了，医院最多的应该就是急救喷雾。他不是半天后吗？这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已经看不见了。其实，把这半天的内容做一做呀。流程也会长不少。医院地图，哎呀，没捡。哎，其实我就是你大学同学，你没想到啊。太敢打，一打等会全起来了。哦，这是吉尔，说明吉尔还会回来呢，是吧？你看，都来了。别乱晃了，
你怎么起来了？刀好像越砍越会越往前耸。谁说的？我有的是时间。哎呦！哎呦！红草甲。他药倒是很多，旁边那个醒的还行。嗯，哎呦 ，shit， 这顶帽子还蛮帅的。这个药箱子还有，我操，都是吉尔开的，行不行啊？你快把吉尔那把小钥匙拿过来不就完了？躺在那儿也开不了锁。怎么回事？医院场景吉尔也要打一遍，卡洛斯也要打一遍。嗯，这个惊悚娃娃什么鬼？卡洛斯空有装备，没有技能。哦，这个是，这个是经典解谜了。用录音机对着那个电梯声控，声音识别。吃掉吧。那那个房间是啥？我有点想。感觉好多人，又，又，弹性很好的样子。哎呦，操！过分了，七发手枪子弹。亏死我！这边应该是要满卡。Oh shit！地图在哪儿呀？到底？
冲锋枪子弹。哦 ，Thank you。刚开始门旁边还有个绿草，那好像在外面。这个是不是刚才走廊堵住的那个地方？还有玩具熊，我操，好惊悚！好，锁住了。啊，这边可以上楼。那我到底是走楼梯还是？还是用那个声控的录音机上去呢？嗯，吓唬人的，不敢马虎。说这人好像是半截脑袋已经没了，他应该不会咬人，只是吓你一下。声控录音机没有磁带啊，这样的。Oh shit！ 不想去，但是好像必须去。这个地方就是个死胡同，啥也没有。Hunter 要来了，是吗？那这次又有甜甜又有 Hunter， 历史性会面，虽然不在同一个场景。嗯，看到这个，都是活的。走廊很容易出事的，尤其他还给了你子弹，没有卵用的手枪子弹。这是 Hunter 培养基地吧？怎么中间还有一个这个？哦，是个存档房间，非常安全。护士日记，超过20位神秘病，高烧不退。绿草，感觉存下存下，噔噔噔噔噔噔。不知道会不会拿到特别大的这个卡洛斯，会不会拿到特别大的关键道具？一会儿包包要太多塞不下了。已经塞不下了。哦，地图。OK。一楼，手术室。这个是电梯。然后这边有个解锁的东西，锁挂住了门。好，有地图了。现在里面是个死路，那边还有一大片没去呢，都是要去的吧。我操，这房间里我觉得要出事，简直是什么现场，凶案现场， Hunter 的凶案现场。而且刚才存过了，又说明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捡，
这是。哎，必须佩戴身份识别卡。储物柜、更衣室钥匙不见了，在庭院。哦，庭院有更衣室钥匙。然后，哎，更衣室的钥匙拿到以后，又可以去拿那个啥，哎，锁住。那么多机枪子弹。噔噔噔。护士日记，尽力了。设置了屏障，抛弃了患者。就都没写完，这人不会等会都起来了吧？好像唯一一个没开就是检疫所了，那这个地方应该没东西了。那走的时候下星辰大神会出现吗？好吧，不出现我就走了。他会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让你感觉这儿要出事儿，他就不给你出事儿，然后你觉得这边哦 OK 终于安全了，然后就啪。是漏了一个那个啥没拿吗？那个要开锁的那个东西，那我也拿不了啊。我这我操，这医院也太惨烈了。这是啊，三个。行吧，咬一口红啊，刚好吃个药可以。哇哦，那既然我这边的杀光了，那边的应该，既然都出来的话，那这个房间应该安全。刚吃一个又给一个，没有错。还有窝弓呢。没有错，手雷。保险柜密码我现在没找到。这是隔离病房吗？密码93吗？手术室台子上，嗯，是吗？手术室，那还在一楼啊！操，那太坑了。
录音带，走向了治疗室。治疗室，那就下一间房间。但我这边过不去。那从乌衣间过来。Shit。治疗室两个死路，而且两只 hunter。现在这个东西稍微有点尴尬，手枪子弹捡来就……哎，我操！这我他妈让你下去了吗？就下去。不是我让你过去就过去了。陷入了沉思，陷入了沉思。那边还有东西，这里有个绿草，那我这边该怎么出去呢？绿草全部合掉吗？留着好了，万一后面还有用，可以给吉尔留着嘛，是吧？那我这怎么出去？往这边出去。行吧。哦，反锁打开了。那我他妈不是还要再跑一次？那我这个钥匙是啥来着？更衣室的钥匙。那就是要去更衣间用。手术室。实验室接待处这个地方没去，但是它是要录音机的。然后这边有一个绿色草药，然后对面还有什么东西？检疫所。中庭有马格南，哦，是吗？感觉录的时间有点长了，但现在又没有到一个比较合适可以中断的地方。操，老哥你愣住了，你怎么？想蹲我？我还说卡洛斯这段感觉好像那个保险箱不太用得上，结果呢？现在打脸了，还是用得上的。我可以把这个草给存下。嗯，这个先存一个。保险箱、双弹、中庭还有握把。这两个草要不要存？先不存，我觉得刀可以存。是不是感觉弹药还挺多？刀好像没啥用。
员工室，那去卫间了，这先不翻出去。啊，对，就这些。喂，给那么多冲锋枪子弹，这里也是翻出去的。但是不是从前面这个地方翻出去好一点？他会多留点东西。嘿，还锁住了。哎，那怎么办？这治疗室两个门都过不去，就只能翻下去了。我是不是应该先去那个什么更衣室去找这个？找这个，话说更衣室又在哪儿？我拿到一个钥匙，去员工室吗？啊，简易锁，这样吗？他不是说是拿到更衣室的钥匙，但是我没找到更衣室在哪儿。好，这边这次进来是不是不一样？有 hunt 吗？确认一下。苍白是啥玩意儿？这就没用了。还问你是不是真的要丢弃？你搞得好像，哎呦操！哦，强化丧尸。想躲一下，妈，等会儿又扑出来一个活的。再生怪是吗？生化三还真是废物利用啊，发挥到了极致，简易锁。那么现在有卡了，是不是可以去这个地方了？啊，这个地方就护士站走。还是断一下吧，录像。